我是陈警官，昆明警察学院禁毒专业的高材生。陈宇向您报道。 是王一博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相聚。今年这一季，我们加油！不不不不。以前我叫憨憨。现在我叫。喂喂。 我在哪儿啊？刚才还爬出来了。哪儿啊？或者就是做俯卧撑、仰卧起坐，你可以没有表情吗？试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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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一下。等会儿不给，还有个玩笑，空几秒再给。等会儿空几秒再举手。大拉邦巴巴的美丽啊！给你设计好。对，不然我们没有点是吧？先波比跳，然后再单腿深蹲。 从小，我爸妈都挺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东西。喜欢就是想做好吧。他非常聪明吧。 学习的能力非常快，就是对赛车这方面的悟性特别高。可能对我来说，也会想证明自己。